了展现我的功力，嗯，因为我在这个舞台上也十几年了吧。是，对啊，韩哥你要，韩哥你不用话筒主持，脱麦，脱麦，韩哥你来。我从今天开始。哎，你这个像老干部开会。对。我不用话筒。韩哥。再搭上点气就够了，你再把这稍微的硬一点点。哎，对，再使劲说。从今天开始。我不唱，这才你模仿，有点声嘶力竭。对啊，我们唱，其实我们唱美声的，就是唱主要的就是支持。您训训我们。啊，不是，不，这是表示虔诚啊。对对对对，你不要误会啊，表示虔诚。就训练一下，训练，调教一下，调教。对对对，训训我，对，去这。训练声音啊，不是训练反应。对呀、啊，算是您帮我们找找位置，我们应该就。你想唱个什么？随便，就我的太阳吧。你想晒死我是吗？那个比较。要我们发一个什么什么这样的音，我们对对对。那你就唱一好吧。一好唱一点。一。哎。来，你先来一个一，预备起。哎，你这儿唱之前这么一动作已经僵掉了，啊、这就僵掉了。对呀、啊，最忌讳的是要啊，没希望了，没希望了。淘汰，连唱都淘汰了，哎，淘汰。小五，你唱个五，他叫小五，狼来了吗？唱个一，狼叫一，出声音，去，对，一，唱，哎，预备，你唱歌的，你智商励合的啊，嗯。预备起，走！用肚子唱，用肚子。这不行了，他这声音啊，你走，去你唱，走我锅了。对，老弟，我看我是我们天天向上最后的希望了。是的，来，我好好来表现一下。来，一啊。吸气前的这个动作，鼻子这吸气我很喜欢。啊，这我全。肚子使劲。这也太。